出这个画的这个线条，然后呢再换一块新的板，再印上不同的颜色，去把颜色呢印在这个框里面去。所以大家看到呢，每一幅年画上如果有几种不同的颜色，就代表呢它就这个年画呢重复印刷过了几次，这个样子。这个所有的这个工艺人呢，现在第一都姓杨，对不对？第二呢都是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。这个工艺呢现在做的已经非常非常的什么，非常人少的做这个东西了。然后呢这个东西呢也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做，因为它每一次呢印刷的时候都需要把颜色呢对齐对在这个框线里头，这个是最难的地方。每一次呢它会印100张一模一样的，那么这100张的每一次都要和板对在里面，如果颜色呢印出来这个线条了，就代表这个是失败的作品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呢，只有在前面柜台上有这一只成品的风筝，经过了61道工序和22道极严关才可以完成，都是由我们这的工作人员啊这样手工制作出来的。这些做的骨架，这个骨架用的是四川的毛竹，韧性非常的好。像这边还有豌豆，旁边的酒精灯把它烤出来的，然后再用棉线和乳胶进行绑扎固定的，质量非常好。前面柜台上都有各式各样的风筝。